我终于熬过来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放假休息了。今天赶上暖春了，前段时间不是还特别冷吗？然后从这几天开始，你看这个河里边冰都开始化了。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场聚餐，就是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但是我估计吃不了太多，因为最近不是锻炼身体之后，对这些酒了一些美食了吃不了，还有一些酒文化，他们可能要跟领导了跟一些同事了要去敬酒，但是我敬不了，因为前天不是刚拿那个检查报告嘛，我那个指数刚维持的好一些，但是有两个指数有点高，所以到时候我估计喝不了酒。哎，也挺好。其实每年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讨厌就是公司或者学校或者说有一些场合家族式的那种聚餐，你要一个一个的拿那个酒杯子去人前面那个，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领导你好，我敬你一杯。然后你知道在我们这儿啊，你要喝着酒的话你要全部喝完，比如说这一杯是白的话，白酒啊它度数大概在45度或50多度之上，然后你要敬你的领导或敬你的长辈的时候，你要喝完或者说你要喝很多，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数字。还有前几年他们教会了我个方法，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酒味道特别冲，这个白酒是吧，你觉得很难闻，你可以喝那个可乐了或雪碧了，但是据说如果说这两样东西一块儿喝的话会导致度数会升得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讨厌这个原因。现在估计今天晚上只能吃一些素菜，喝一些粥，喝一些水就足以了，然后再看看他们表演一些节目。真的是春天要到了，因为已经立春了嘛，看整个绿草出现了，然后这冰也化了，里边有很多鱼，我刚才看到了有好几条，哎，在动呢。这条河还是比较清澈的。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呢？明天跟我玩的特别好的两个我的学生，他们会开车过来找我，然后呢，我们就一块儿会回老家。这两个学生呢，我们也好久好久好久，有两三年没有见了嘛，然后因为他们也好久没见我了，我们到时候会见面，然后刚好他们会送我回家，对，然后我们中午有可能会吃一个螺蛳粉了，吃一个酸辣粉了，或者说再吃一个，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反正就是好久没见嘛，肯定吃点东西聊聊天，然后下午的时候或晚上的时候他们会送我回去，正好看一下我们家老爷子最近怎么样。其实也并不太干嘛，昨天我舅舅家的一个姐姐给我打电话，她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家，赶紧回来吧。我说怎么了？因为最近不是我外婆她的生日嘛，然后我爸呢就没敢给我外婆发信息，因为他怕哭嘛，然后之后我那个姐姐就说她把这个问候呢给我姐姐说了，就是我舅舅家的姐姐，希望我那个姐姐跟我外婆说一声，因为还给她买了一些营养品一些吃的嘛，然后她就说，我爸就跟我舅舅家这个姐姐又哭起来了，就是说很想我妈，然后很难受，就问我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之后带你爸出去散散心，然后跟你爸聊聊天，别让你爸这么难过。我就跟我姐说嘛，我说其实怎么说啊，今年我妈走第一年，今年春节她肯定会难受，因为别人家不管贴对联了还是放鞭炮了她肯定会难受，毕竟你说是一辈子夫妻了。然后我这一块呢怎么说呢，尤其我当我父亲的面的时候，我肯定要更加坚强，我不能说自己也跟着哭起来让我爸跟着我一块难过，我只能说可能要扮演那个唱白脸那个角色了，可能会批评我爸，或者说肯定会说我爸说你别哭了，你要再这样哭我妈到时候看到心里也会难受，所以眼下可能先回去，回去之后把我爸哄得开心一些，然后尽量不会往这边去想，我觉得他心情应该会至少能安慰他一点点吧。这个是什么叶儿？反正
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全部都会变成绿色的。给你们个惊喜啊！哎，哎，有没有觉得我这件衣服很熟悉？这个就要再一次感谢我在台湾的保证人张小姐了。她当初来中国大陆的时候，给我拿了好几件夏季的台湾的衣服，除了给我拿了一些茶之外，还拿了真的很多这样的衣服。当时其实她给我拿过来的时候，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比较胖，然后穿起来真的会露那个点儿，然后穿起来不太好看。然后现在我觉得刚刚好了，外边不是有外套嘛，然后里边是那个 T 恤，真的很谢谢他，你知道吗？因为，哎，当时你知道，就是回到大陆之后，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一些平台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买到这样的衣服，但是他当时千里迢迢给我拿过来，真的除了这个还有好几件。然后当时还有那个，就是上次我跟你们说的那些什么查理王那些茶，还有小时光拌面等等等等。哦，那瞬间我真的很感谢他，你知道，我觉得他太辛苦了，就是一个整个的行李箱还有包里边全部都是我想念的东西和我没有想到的东西。然后他给我拿了一些有关于台湾的一些纪念品了，一些印章了，然后现在我全部都储存起来了。然后这个衣服呢，可能现在穿的还好，等夏季的时候我会陆续的全部都穿出来，也算是作为一种感谢人家的一种行动，还有就是也算是警醒自己吧，就是如果哪天自己更瘦了，穿起来更合身，证明自己就是身体健康已经恢复特别好了。我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啊，你说作为一个台湾朋友来说，好不容易来大陆一趟，人家千里迢迢过来，竟然拿了很多都是我需要拿到的，或者说我需要用到的，或者说我特别想念的东西，真的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你说坐飞机或者说下了飞机之后，那么多东西这么重，我当时我帮他拿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觉得啊，真的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很惭愧。然后他其实给我带的所有泡面里边有一个让我特别眼前一亮，就是那个满汉全席。我之前因为我只知道它是牛肉的，我不知道它有猪肉的，所以我从来我去台湾那么多次，就是我没吃过这个牌子的。因为我而且我也觉得它只是一种泡面嘛，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我个人认为。然后再加上我不吃牛肉，所以我就没吃过，只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他给我拿过来之后，那段时间也是减肥期间嘛，但是还是忍不住吃了一次。哇，那个汤好浓郁啊，好香啊，就是它现在在我心目中的标准就是已经超过了小时光拌面了，就是现在在我心目中那个满汉全席这个已经排名第一了，那个猪肉的太好吃了。天逐渐要变黑了，我要赶紧走了，今天晚上还要回去吃东西，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喝酒。